妈，哎，今天天太冷了，刚才我去买了一个排骨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东北大乱炖啊。什么叫东北大冷的啊？东北大乱炖，妈，东北大冷的啊。我还是不要我帮我忙啊。那待会你给我打下手吧，妈哈。啊，那行啊。妈，我把排骨剁剁，你给我洗点南瓜还有土豆哈。今后吃完家里有那么多南瓜，吃完麻啥的，那行我就包两个哈。啊。今后包了，今后一哭。哎，哪个好哎？哪个好啊？这个好嘛。这个好啊。要一小半就够了哈，要不了那么多。啊，行。排骨洗好了，现在冷水下锅，不要焯下水。我烧火啊。哦，行啊，老弟。啊。烧火吧。啊。来点葱姜料酒。好，老弟，哎，大火烧起来。哦，烧起来。啊，那么。坐嘞，坐嘞。妈，今晚我们多放点配菜，这些豆角呀、玉米呀都多放点，待会儿呢炖成一大锅，那吃得过瘾哈。还得么？人家你又肥了，这个肥了，那十五块的，多少你还肥了？乖，锅开哟。开了。妈妈。好，把排骨捞出来。老弟。哎。好不好吃排骨呀？欢迎欢迎。欢吃哈。欢迎。今天晚上多啃几块哈。嗯。待会儿给炖烂一点。油烧热了，排骨下锅给它炒香，倒入葱姜还有大料，面发好了，待会呢再蒸点小花卷。哎呀，看这面发的可以吧？哎，乖，谁和的面呢？刚才和的，刚才和的，待会上面蒸个小卷子哈。啊，还是怪巧的嘞。这个上初中时候我就会了。先把它擀成饼。来，再放点葱花。啊，还搁葱。对哟。这叫葱花油烟卷。这个哈。嗯。啊，对，上次弄那个。萝卜菜卷，萝卜菜卷酱着嘛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酱才回来，还没弄好，还没弄好嘛，还没弄好，还没弄好，得切成小段的，得切成小段子，哦，对对对对。把这个一拽，然后呢一拧个疙瘩，啊，还要装啊，啊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一看这切切这酱着就行了，拽着拽着，一拽着，然后一拧，对，一拧，啊，先拧拧，对，拧一两圈，然后就可以倒一花碟了，啊。配菜准备好了，花卷也好了，可以下锅了。来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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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笑，好笑呀！红的漂亮。来来来，开始下菜了哈。来，来，先来点南瓜，太多了下不了啊，妈，留点哈。那留点。嗯，然后再来点玉米，再来点土豆，最后呢，再把豆角下进去。哎呀，豆角好多。好，再把花卷给下进去。老弟，握握握呀。嗯，饿了？没有，没有，马上能吃哈，马上能吃。来，花卷下上去，给它溜着。过几遍哈。妈，我们爱拍哈，爱拍下。老弟，你没这样吃过吧？啊？没这样吃过吧？没过，没吃过吧？没过。好，开饭！哎呀呀呀呀！妈，
妈看的怎么样？哎呀，漂亮嘞，太香了。来，还行嘞，香吧？哎呀，这个花卷感觉很松软嘞，妈，你看，哎呀呀呀，整都好是吧？好好。哎呀，而且这个花卷上面，哎呀有这个，哎呀呀，看是不是很香？哎呀，不少钱呢，不少钱了。一锅肉多了，来吃卷子，吃卷子再吃菜，快来拿吃。真的，来老铁吃吧，吃。来来来，尝尝老铁。哦。先给老铁来块大排骨哈。大排骨来，尝尝看有没有味道的。我闻到，扁豆，棒子，排骨，南瓜。这饺子啊，说胖了，都说胖了。小卷子啊，没吃过一个，说胖了。没吃过花椒呢？啊，花椒呢？哦，花椒呢？啊，那土豆炖的好烂哦，难哈，很好吃了，哈哈。冬天啊，就应该这么吃饭，一个锅，一家人，这个肉啊，大家一起啊，这个肉烤好吃。烤好吃啊！好吃。哎呀，俺老弟啊，肉烂没烂？烂，烂，烂了。来，妈，你也来块排骨尝尝。是的，多吃肉。我也来一块，我也来一个排骨。小乔就是怕你咬不动，要多哦，多烂一点给你吃。是生日关我咬都。不是生日关怀你哦，是生媳妇关怀你。老弟是这样子，是你的锅烧得好，才给你这么烂。干了我。